是南方澳一般路边啊，一般马路啊，一般道路。你左转吗？有管制吗？哎，今天可以进渔港是不是？哎，今天可以进渔港。我们进去。什么？苏澳港没有？苏澳港。来，我们台湾有几大港？100个。啊，有苏澳港、基隆港。你打什么字灯？刚才？无啦，你这不是，你这就是。遐无啥物好看诶。无看。遐港边甲遐毋是同款，拢看下。无港啦，真我在教你什么叫苏澳港。台湾有三大，跟飞机场一样。可以进去吗？无啦，唔是，是开放停车，给人停车啦。不紧啊，停车不紧。不要不要。有机密啊！哎呦。哦，你停车，你要走到那边去。我要去，我又不是要去这里，我要去那个东北角的。你看，人躺几米，你看。我没有要去那里啊，人家他是开放停车场，让人家停车。人下路躺几米，你无看。那拢行入去啊！啊，是开放停车场，你无看遐人买一堆物件行遐入去？你是因为无停车位开放停车场让停？苏澳港一二十年前开始开放的时候，我就来过呀。二十几年前开放，真唔捌去。船拢嘛停靠伫南方澳街啊，无停靠伫街啊。你大只甲停啊，去苏澳港。徐秋莹，唔知有来甲阮婆婆咯，我讲找无徐秋莹。徐秋莹，徐秋莹，婆婆